花式眼镜，首先我们在线稿上剪出图形来，依照上面所写的数量呢，我们将它剪出来。将线稿放在线稿放在依量板上的正确做法是，依量板要横式，不可以直式。小朋友千万要记住，画出两条来。并将它剪下，其他的图案也是依照上面的说法来做。我们将所需要的线稿数量呢剪下之后，我们翻至背面来，在一公分处贴上双面胶带，撕下，然后这样子贴粘住。这个是眼镜框，眼镜框上面我们涂上保丽溶胶，然后我们再将它摆在玻璃纸上粘贴，待干。晒干之后，我们再利用剪刀将它的形状剪出来。接下来我们在眼镜框周围才会上颜色。好，现在我们将眼镜组装上。首先我们在旁边这个地方内侧旁边涂上保丽溶胶，然后将它粘贴，待干。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背面涂上保丽溶胶，涂满。粘贴装饰，带干。两边的眼镜角呢，也是一样，利用保丽溶胶，大概涂两公分宽，将它粘贴，带干。另外一只也是一样的做法。好，待干之后，我们即完成作品。